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叉烧包原唱、有喷火女郎之称的邵氏女星庄仲文传出与美国离世消息，享年82岁。据了解，死因是多处器官衰竭，属于自然死亡。庄仲文生于1936年8月10日，是国语片年代著名的性感女星，因其野性及豪放形象被封为喷火女郎。1954年加入中影演员训练班，毕业后签约为该公司的第一批演员。1958年获亚洲影业公司青睐，演出《三姐妹》，并在其中边跳舞边献唱主题歌《叉烧包》。其后在《喷火女郎》中的野艳形象深入人心。1963年正式加入邵氏电影公司，较知名作品有《少女潘金莲》。1966年，她拍完《西游记》后，下嫁一名德国人，逐渐远离影坛。